没想到我还活着吧？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把我甩了，也不问我怎么过活，我都要了饭，你知道吧？你白吃我这么多年，还净跟我捣乱，我惹不起你，我还躲不起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我们这就分手，我走我的，你干你的。哎，不过我还是想跟你正式的做一次夫妻呀。滚！我知道你，知道你。你来这个望昆台是吧？不就是下决心要做一次正式的魂官人吗？我干什么？你管不着。啊，是是是，只要有钱啊，干什么都管不着的。这个世道嘛，笑贫不笑娼啊，是吧？哎，你不要忘了哦，你要做娼做妓的话，先通过我这一关。我这里有你的把柄的。写的清清楚楚啊，因无力偿还债务，情愿将情愿的哈，将亲女儿凤仪嫁给潘阿根为妻，是吧？你是我的女人，老鸨那里我已经说好了，钱我也收了，契约是2年，这个生老病死不管，啊，要是逃跑自杀，那连本带利要还的。老鸨让你接什么客，你就要接什么客，乖乖的，啊，不要由着性子，算小姐脾气。有事儿吗？上回拉您那个客户拉车挣不着钱，他不拉。爷，你别请呀！得了一笔小财，天天吃鸭子，太饿了。嘿，我让他要个猪头肉，差点把我手指头咬下来。客气，原来是大户，吃烤鸭算什么？算什么？您说这烤鸭什么味儿啊？
掌柜的，哎，上香了啊。哎，怎么当回事儿？这是哎呦，这可有点不吉利啊。嘿嘿嘿，啊，说什么呢你乌鸦嘴啊。哎呦，那呸呸呸呸，我胡说八道。嘿嘿，我琢磨着这是财神啊，老吃一种贡品他吃腻了。你看我刚给你做了点小点心，咱呐先孝敬孝敬财神爷。来来来，我来啊，找我看见没有。哎，财神爷财神爷您吃着，瞧瞧吃了。我说没大事儿，我不光知道皇帝的口味，我还知道财神的口味。呀，又犯嘀咕了不是？这买卖做大了都这样，整天担惊受怕。楼也起了，座也上，照说这日子嘛，一天一天的好过，我是纳闷，心里反而空落落的。哎，是不是这唐茂昌不找你来吊嗓子，你闲得慌？他来不来都不打紧。哄着他去学习，为的是不让他跟这儿搅和。现在可好，人家要城管副局得了，明摆着是不信任我。嗨，那真不是我说你，你说这买卖再大，他是人家的呀，啊，哼，这副局得可不是当初走投无路让你撑着的时候了。要是没我，他们一天也撑不下去。哎呦，那现在是个傻子都能做这买卖，你看那人乌泱乌泱的没座，谁不心动啊？照你这么一说，我多余了。哎，这大爷不是说他要回来亲自过问吗？我跟老掌柜的有契约在身啊，当时他要把买卖给我三成我都没拿，我跟他们分账总得够账。那是过去，没听说过朱元璋杀功臣呐。哼，找我的茬也不太容易，我没出岔子。哎呦，那要找你的茬还不容易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不说这些个了，没瞅我这烦着呢。得得得，我说错话了，我又惹您不高兴了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你说买卖是别人的，人是自个儿的啊。不喝了。那我跟你说的那事儿什么时候办呢？什么事儿？咱俩的事儿啊。哎，这说话就八月节了，好多买卖家歇业，咱们趁机给办了得了啊。哎，这摇头不算，点头算行吗？哎呦，你看那一耗子，得点了头了，点头了。站就到，站就到。哎呦，五爷，您来了！哎，五爷，我听说今天您得了一盘好骨头，嗨，膀子特硬。你可真不愧是九城闻名的好堂口啊，连我得俩鸟你都知道。板是不错啊，现在呀，才俩起俩坐哦，离打牌飞趟子还早着呢。哎，明儿能玩的时候，请你上我那儿看看去。哎呦，您可真给长沟面子，四爷那等着您呢。走，您里边请。哎呦，四爷来了！哎呦，四爷，早来了，二位，二位久等。快快快，快请坐！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哎呦，哇，你漂亮！哎呦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是啊，把我忘了吧？哎呦，还敢忘了你啊？来，快给他们上茶。哎呀，这鸭子有什么好吃的？我要吃鱼翅。哎呦，这儿的鸭子可比鱼翅好吃。什么？不信，你让五爷给你说说。哎，这个呀，一会儿你们听长贵给你们唱上就知道了。长头，来来来，你唱唱，给唱唱。哎呦，五爷，您可真抬举长贵。得，我给几位爷唱唱菜。哎，这会儿啊，我还有几位堂客呢啊。哦，是堂子里的客。几位姑娘您听好了，酱鸭心、卤鸭胗、芥末鸭掌、鸭四宝、烧鸭舌、烩鸭腰、清炒鸭舌、鸭绒包。
这是鸭身上的蛇心肝胗胰肠腑腰十样东西做成的菜，通称叫全鸭席。听明白了吧？您几位是零点呢还是吃全鸭席？五爷，您看呢？客随主便吧，那就哎，吃全鸭席，哎，吃不了那么多，咱们呀还是单点吧。姐姐，就你实诚，谁让你都吃了的？这吃一看二，眼观三嘛。给自省的啊！哎，我说长贵啊，哎，你看着办吧。得，您几位稍后，后面全鸭席送上来。哎呦，二少爷，您来了！哎呦，您二爷，怎么着，没回天津啊？我今儿就走啊！这回来啊，想跟你要个人呢。瞧，这话说的，您要谁？说，天津封号要个好堂头啊！小汤包点了名了，要长贵儿，要长贵儿。嗯，哎呦，我说二爷，您这不是拆我大梁吗？我这儿的买卖哪能离得过长头啊？离不开堂头这。这样，我给您换一福顺。这福顺呢，它是堂头一手调教出来的。吴孟石，这孩子，我还是不是东家？您是。这福聚德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我告诉你，长贵的事我说了算，我今儿就带他走。你听我说啊，您就是让他跟您去，你也得跟他商量商量。商量他也得去。媳妇，哎，楼上曹妃这是八位已经落座了，热炒听信，走冷盘。好嘞，啊，哎。长贵儿，哎呦，二爷您怎么来了？呵，天津封号生意兴隆。长贵儿啊，真精神呢、啊、我看着你我就高兴。瞧您说的，我们也想您不是吗？哎，长贵儿，跟我到天津封号啊，咱哥俩天天在一块儿。啊，不是那什么，楼上的曹四爷那座我还得伺候着。那成，你先忙，忙活完了跟我到天津，票都给你买好了。长贵儿，把事儿交代给福顺，收拾收拾东西，今儿就跟我走。哎，得，我给徒弟腾地儿。那个楼上曹三爷那座儿，我得伺候完了，伺候完了，我跟二爷走。成，等着你啊。二爷，您贵房请。冷盘的，菜来了，来五爷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咱们先喝着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吃菜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两位，您几位吃着喝着，长贵儿给您唱段喜歌，让您下酒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五爷啊，您听听他的喜歌可有味道了。是，您。吃的是禄，穿的是服，八大酒楼全都在京都。吴聚德自后赛明珠，挂炉烤鸭天下美名书。说皮儿脆入口酥，肥不腻瘦不枯，千卷万卷吃不足啊！全鸭席胜真秀啊！30元钱有价目，吃。日落您老自己度，胜过了起大雾。您看天堂多么宽敞，是楼上楼下好比有姑苏，还有美酒赛甘露，是请君饮下。天定天寿天才哟，天福。赏他一杯酒。哎呦，我长贵从来不喝酒。四爷赏的，我一定把它喝下去。谢四爷。得，您慢慢吃着喝着，长贵伺候着。好，你忙你的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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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唐总，唐总，
怎么了？你这是？嗯，没事，真没事。掌柜的，二爷让我去天津那事儿，这事儿我知道，冲我来的，诚心摘我的膀子呀。福顺啊，也能盯上了，您得多提教他。他要到您这份上，还得些个日子。您呢，北京城第一的堂堂，又是我们福举哥两代元老了，就这么走了，我心里这叫难受。您就往开了想吧。掌柜的，我长贵在福举德干了一辈子，没张过嘴。我这说话就走了，有件事儿我放不下心。什么事儿？说。就是小五子那事儿。小五要能进了瑞虹祥，别说天津，上南京我都不怕。唐唐，这事儿我一直放在心上，一会儿我就跟曹四爷说，您看成吗？我谢谢您，这我走着就放心了。曹四爷那桌定的是全鸭席，告诉后边要特别留神伺候着。哎，三号桌粉皮拉薄剁窄，横切一刀，多放花椒油。四号桌撤荤盘子，走手筋板，伺候走热炒。来嘞！哎，福顺，哎，待会儿曹四爷那桌走鸭的时候，告诉我一声啊。哎，我给他挑只好的。哎，这都说小五子要去瑞虹祥学手艺。咱又不知道能成不能成啊！这个，嗨，我师父这辈子就为小五，嗨，嘿，可叹天下父母心呐！哎，程叔，哎，明儿你跟小翠成了家，可千万别要孩子啊！你瞧你说的，我这人说实话啊，人活这一辈子就为图自个儿的痛快，弄个小王八蛋呢，全给搅和了，不值。哎，五爷，咱们干一个，来，七爷，好，哎，八爷，来，哎，好。哎呦，各位爷，各位小姐，啊，卢掌柜，哎呀，今儿个你们能光临小店，那就是小店的荣幸，日后小店的买卖呢，也就靠各位多多捧场了啊。今儿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就吱一声，一定让各位满意喽。我说四爷，咱们借步说话。好，得嘞。让您受累啊！哎、让您受累，少待一会儿啊！好，五位慢用。好，得嘞，得嘞，对不住啊！陆掌柜，都不是外人，干嘛那么客气？你看，上回吴大帅那档子事儿，我老觉得没帮上什么忙，这心里……子爷，那是该找我卢梦石命中有这一劫，那哪能怨您呢？我找您啊。是想跟您说两个事儿，说，您忘了我上次跟您提过小五的事儿，就是长贵那儿子，哦，记着吧，哎，挺聪明一孩子，他呀就想奔您那儿当一伙计，您看成吗？哎呦，吴掌柜，怎么？不是我驳您面子，这事儿怕是不行。为什么呀？贵上有老规矩，吴子涵的子弟不能在贵上当伙计。哟，这什么规矩啊？您想啊，这二月二、五月五、八月十五、年三十，贵正都要搭大棚，叫伙计们坐席吃八碗儿。到时候请的可都是你们这些大饭庄子的走堂会。要是他老子在底下伺候着，他怎么在上头坐？我明白了，得。让您受累，哎，啊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受累。快，您请，您请。哎，您请。哎，诸位，来一个，来啊，来，好，哎，我罚一杯。哟，当头，怎么了这是？您要是不行的话，就让福顺送啊。你慢点，真没事啊。我是亲眼得见的，那粮食堆的够全村人吃好几年的。
我已经让卢梦石准备账本去了。哦，这当年盖楼的开销要一笔一笔查清楚。早就应该这样。还有你，从本号支了多少钱也得开列清楚。哎，那你呢？你的买胡琴花的钱，200缸酱钱啊，那是啊。那你呢？你还在天津开的分号呢，那我也得开。二位爷，二位爷怎么了？二位爷，千万别打，一打就让卢梦石沉了怨了。这么着吧，大哥我呀也不计较你，这以前的事儿啊咱一笔勾销，以后啊我要学曹孟德，革发代首，号令三军。以后这福聚德的钱呢，谁也不准随便挪用。对，遵命者具有封赏，违命者插剑优矣。得，你要在福聚德开锣是吧？别这添乱。哎，要是依着我，谁不好好干，也不打也不罚，哎，每个人到外面踢100腿，打100个旋子，全服。大爷。二爷，楼上那个包间里头有几位您精武会的朋友，您不去会会？哦，我有，走走走。哎呀，请请请。曹四爷来了吗？啊，已经吃一半了。啊，小五那档子事儿呢，我也跟他说了。我还真忘了。啊，行了，你说就成了。说是说了，可人家给拒绝了。小孩子当个伙计怎么不行啊？他瑞鸿祥比福聚德的门槛高。这是人家贵上的老规矩了，不能收五子行的弟子为徒。得，正好，他那小五啊，到哪儿也不正经干，省得呀我以后落埋怨。嘿，哎，您请过，咱们还是回去。哎，得嘞。冷荤伺候热菜丁馅儿。张师傅，您怎么了？快，快，快走菜！哎，师傅，不是，我今天这个手抖得厉害，也没有劲儿。你赶紧把这鸭子送头上6号雅座，快去！嘿，嘿，干了！这就是少爷，你有名的呀！您吃饭，吃饭，您里边请。这红色不是假的吧？假的话呢，您福聚德的烧鸭子就是紫红发亮。先别拿走，放这儿。哎呦，我们就吃这个。哎呦，老总，这鸭子是楼上雅座的，您在这候一下，我给您沏碗茶，不是把鸭子送楼上去。慢着，慢着，慢着，老子今儿就吃这只鸭子了。哎呦，老总，您别着急啊，我告诉炉上，立马给您烧。就是，别不如等，就是他。怎么着？怕我们不给钱呢？我们有的是钱，现在羊。那您也先别吃这只啊。看您，我老总，您先别吃这只。哎呀，哎呀。怎么了？成心不让我们吃啊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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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散兵砸民火，肉事福聚德，快快来啊！师傅，师傅，甭他妈装的洋蒜，老子死的见得多了，快快快跑，制止反对！师傅，没事儿，快去找工作，赏鸭子，快去！怎么回事这是？啊？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没事啊！快去找工作。哦，得了，找工作，找工作，找工作。我刚才听懂这动作不是我呀，这啊！哎，行，彭总，师傅，彭总，师傅，你怎么了？马队长打电话呀！不行，我是师傅。长头，你怎么了？长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师傅，哎呦，这长官不行了吧？给我换福顺吧！救人要紧的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长头，长头，你说话，长头。这五指头什么意思？小五，找小五，小五找，赶紧叫来，救人！唐总别着急啊，给你叫去了。好事。
楼上怎么着？雅座。嗯。白干无聊。等等！等等！哟，福叔，把那事儿成了。五哥，师傅他，我爸他怎么了？师傅，俺协和医院的人怕是不成了。楼掌柜叫你赶紧去一趟。哦，成。小五啊，你爸怎么了？哦，我爸他没事儿，他就是有点不舒坦，在医院呢。我瞧瞧他去。哎，这事儿先别告诉我妈，你帮我照顾一下。等，这是我呢，你赶紧去。哎，行，我走了。走。师娘，药好了，您喝药吧。福顺儿，哎，你师父出事儿了。哎，师娘，您可挺住了，师娘。福顺儿，哎，你把那个箱子给我拿出来。你师父从来不生病，这次他怕是挺不过去了。我给他做了双新鞋，就麻烦你给他换上，啊。师娘，我师父他没事，小毛病，您心里踏踏实实的啊。我明白着，让你拿你就拿吧。哎。师娘，您可挺住了。长贵儿，长贵儿，哎，掌柜的，就是想叫你来着。
可这一张嘴呀、就是有师傅。得，压桌菜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啊，掌柜的，这都是按师傅的做法做。胡萝卜、小白菜、芹菜拌豆腐干。成啊，成。牧师，小五哎，瞧瞧，多精神，嗯。记住了，以后跟这儿啊，就得叫掌柜的，不能再叫叔了。哎，不是啊，哎，以后这小五就交给你了，好好的上点心，你师父怎么带你的，你就怎么带他，也上点心。哎，瑞英，瑞英，啊，去把这些银子存上。银子收回来，干嘛不直接送钱庄啊？哎呀，这些银子是通过花鼻子借出去放利的，现在还回来了，我得看看是不是足色。再说了，这么快就还回来了，还是五分五的利，上算啊。您都看了？看了。是不是户部银？是，没错，够分量，赶紧存上去吧。啊，这银子是假的，你看清楚，这可是纯银锭，底下有户部大印呢。瑞德爷，咱们都认识，我知道您不是那种瞎捣鼓的人，可这银子确实是假的呀。您看，这户部印也是假的，我给您看看真的，拿过来。您看，又拿回来了。娘，您先别着急，咱慢慢说啊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您先坐下，您坐下。倒是说呀。您先得明白什么最重要。您老身体最重要，别的无论是金银财宝还是高官厚禄，那都是身外之物。娘这么大岁数了，还用你教我？娘，您自当这银子没有，行吗？我干嘛当他没有啊？1500两又不是个小数。您要这样，我没法跟您说了。等您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我再跟您说。这银子。银子是假的，娘，您别着急，还没个个切开。有多少是真的呀？啊！凡是切开的，里边都握铜。这一夜小船给客人都送过来了，还行啊，还美的。
这个相声不明，就这两天别吃鱼虾，别喝咖啡浓茶。我这就睡一觉起来就成这样。对，过敏的原因确实不好说，吃的不好，心情不好，都能导致。不是中邪了吗？中国人好像都特别信这个。对，老太太怎么样？啊，好多了，能睡着觉。你母亲的血压有的时候太高，她得准时吃药，她也不能老停着。哎，好，现在我得去订船票。你母亲这个情况，你还走不走？您再等我两天行吗？我一准有回话。施主这身紫痕，依佛法所解，是杀生太多所致。施主原来是做什么的？开烧鸭饭庄的。以后啊，你不必经营饭庄子了。已经不做了。可长老，我不大明白，你说同是做这一行，有人杀的比我还多，可为什么他反倒是福大财大？善报恶报，应在子孙。改换门庭，放开心怀，以德报怨，才可逃过一劫。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个人，也许应在子孙身上。这都难说呀。来，娘。咱们这儿放着，到那头就得让人给逮了去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三尺之上有神灵，那神都知道呢。只要咱们心里头安静就得了。娘，德国我不想去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又来了啊？要去啊，您跟我一块儿去，要不我放心不下。不行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哪走得了那么远的路啊？我还想埋在你爸爸身边呢。那个花鼻子有消息了吗？早都跑得没影了。你说咱是不是得告他去啊？娘，这打官司还得用钱，再说了，您去哪儿告他呀？他人都没了。说的也是，我没想到他是这么个小人。我看这么多年呢，都是让他把你给拐得坏的。娘，要是我自己心里没有妒忌，什么邪恶能入得了身？放开胸怀，以德报怨，我还有转运的时候。你这么说，妈就放心了。跟范大夫那事儿，日子定好了吗？您真想我出国呀？可是您一个人，我这放心不下呀。别说了，你不是个没胆识的孩子，这点像我。要是临阵逃脱的话，你就不是我克灵香的儿子。行，我去。我一定争气，您就等着我学成回来。嗯，子旭，嗯，把那起子楼的账都理出来，大爷要看。怎么想起来要看账？我这还纳闷，看不看，心里没什么鬼。我就纳闷了啊，你说我跟家里
买了点地，盖了几间房，这就不得了了。谁说买卖家不能买地，不能起的楼啊？啊，真要是有钱，前门楼子我都想买。有时候我就琢磨呀，你说这福玉德啊，出事儿的时候，那些个人是没一个人出面给你扛着来着。买卖好了，我这挣了点钱，个个都得红眼病不是？这些人呢，就这点德行，事儿不能干好了啊！一个人干，八个人等着拆你。行了，把账本理出来吧，给他看。哎，不嫌弃我，咱们俩就凑着一会儿都过吧。终于听到你说这句话了，二爷。哎，楚玉德，谁办喜事啊？我们卢掌柜。跟谁呀？跟刘金定师傅啊。找着没有？没有啊。您看是不是把日子改改啊？改期？你晾老娘一回，老娘让你一辈子都不痛快。卢掌柜的他不会来了，他不想娶这个野娘们。金定跟我是亲兄弟，亲兄弟，他不是夫妻。来，今儿咱俩喝个痛快。这阵子你老没精打采的，自从长贵走了呀，你就跟丢了魂似的。来，就像是刘备啊，没了关云长。你说刘备没了关云长，没了张飞，那他还有个。有个诸葛亮，有个赵云，我呢？你有我呀！没你，我还真就不想活了。嘿，就为你这一句话，来，咱干一杯，啊，来。哎呀，来吃。以前呀，我觉着我什么事都干。
现在我是什么事都干不了了。我说，咱俩的事儿也都到了节骨眼上了，你跟我说句实在，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跟我说说。哎呀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就这事儿。可我这心里头老不踏实。瞅着你五大三粗的，到了还是个女人，女人就这毛病，什么事儿都爱犯嘀咕。哎，你再给我说说，我想听。成啊，这凤英啊，是个摆设。可俗话说了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她除了不能生育，没别的毛病。我不能休了她，我不能让乡亲们骂我是陈世美。是，大姐是个好人，咱可不能不管她。剩下的就是玉厨了。我也知道玉厨啊，是你一块心病。我也跟你说句心里话，就这些个年呐，我跟他是好了坏，坏了好。哎呦，说到底是没缘呐，没缘。你说这两个没缘的人是多得近，走不到一块儿去不是？你呀，总算是想明白了。哎，这三下五除二，你就剩我了。来，干。喝了，闷得慌，出去走走吧。你吃点儿啊，我跟你走。这些年儿，咱们可称得上是患难兄弟了，兄弟。哎呀，就不知怎么了，怎么也不能拿你当老婆。没关系，哎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你爱拿我当什么就当什么啊。这事儿我也想过。你说要不给你个交代，在福喜德你也待不住不是？对呀，哎，我爹老让我跟他走呢。这事儿我早知道，你爹好几次拉你去做大买卖挣大钱，你都没去。我知道你要干什么。我还以为你装傻呢。哼，哎呀，这装能装多长时间呢？能装一辈子。行了，如果你不嫌弃我，咱们俩就凑合着一会儿都过吧。终于听到你说这句话了。哎，那还不得请个大媒合合八字儿？那些个俗套子，咱们就不弄他了。就这些天儿，定个日子就办了他。就这几天呢？日子由你选。这回你说的可是真的？上有天下有地，如果我有一句谎言，我就立马让天。有个女儿养成不成啊？走，咱回屋去。就跟这儿吧，一身的酒气，透透气儿挺好的。你瞅，你瞅那月亮多好看呢！你看看。铺好了啊，不是，哎，五个，得嘞，齐了啊，得，哎呦，哎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哎、
哎，杨馆长，这帖子我可都送出去了，还剩几个候补的，这都是哥几个来回跑的。得，受累，到时候一块儿喝喜酒吧。哎，顺儿啊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办喜事啊？嗨，我就。就今年过年回老家，我个小翠儿就把事儿给办了。这个，哎呦，算上贵上给你的。哎呦，记住了啊！哎，到时候一定得给我骑马坐轿，怎么红火怎么办，让人也瞅瞅福聚德的伙计体面。哎，谢谢您掌柜的，谢。哎，子欣，哎，来，孟婶，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孟婶啊，嗯，账都准备好了，就是差了不少。哎，子欣，这账我是交给您的呀。嗨，你交给我了也好，没交也好，反正全在这儿了。回头啊，你跟东家去说啊。哟。我跟东家说什么呀？孟氏，福聚德现在是你一手经办，别人插不上嘴啊，你也不让别人过问，账当然得你去跟东家算了。您插手也罢，不插手也罢，这都不打紧。和福聚德这楼在这儿戳着呢吗？这我没动过一砖一瓦吧？动没动一砖一瓦不是你说了算，得别人说了算。行啊，那您就去查吧。北京城查完了之后再奔老家去查。哎，我说子欣，嗯，您不是已经跟老家查过一回了吗？不错，我回了趟老家，我亲眼得见呐。啊，你们家是几进院子青砖大瓦房，那满院子堆的都是粮食。怎么着，瞅着眼红了？哎呦，我眼红什么呀，这村里人都说了，你看看一样在北京城做买。可是你看看您老王家，还是那啊小三间房，看看人家卢梦石家，这卢梦石不还是你推荐的吗？哎呦，子熙，哎，拜托您别老提这档子事儿，成吗？啊，您怎么着，让我敬您一辈子？我还实话跟您说，实际上您当时让我来是怕福玉德真的垮了，您得背责任不是？你真是吃谁恨谁，你反咬一口。我眼瞎，我震了，我倒霉，我。你说，你哪来那么多钱买粮食？哪来那么多钱买房子？哪来的钱？那我就告诉你，不错，这些个年在福聚德我是挣了不少钱，可有一样，我把福聚德也收成北京城第一的饭庄子，我不能落着不明不白的名声。这名声是你一人赚来的，那怎么的？没有我王子欣一点功劳啊？还得，你说吧，你哪来的钱？这事儿我就不明白了，您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不想干什么。怎么呢？陆梦石，这些年我可是帮着你顺着你呀，可你的要是就给我散去，说我王子熙窝囊没用。这掌柜的，你说这事儿是瞎说，就是你陆梦石自己的功劳没有我一点份儿。我告诉你，我要是没有一点能耐，老掌柜的能把我留下吗？您别委屈啊，成了。您呢就给我说说，这些年哪档子事儿是您出面扛着来着？哪个好主意是您出的？说说我听听。我认了，我倒霉。没有，不是。我要是举荐了一只白眼狼，吃完了肉反咬我一口。你就说，你就说。你哪来的钱买粮食？我跟贵生借的钱，成吗？你招认了就行。什么叫招认呢？啊，这些年呐，老家一直闹饥荒，我瞅着乡亲们四处讨饭吃，心里过意不去。我跟大少爷提过这档子事儿，可是他根本不当回事儿啊。我就自己个做主，跟柜上支了点钱，买点粮食，准备回家放粮赈灾，不是？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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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回老家了，我问村上的人了，你的粮食就在那儿堆着，你根本就没放。你想蒙东家，你蒙得了吗？你
没词了吧？啊，你用福居德的钱给自个儿存粮食，你亏不亏心你？哎，二贵，你可别这么说呀！啊，卢掌柜的能那么做吗？他不是那种偷鸡摸狗的人。你知道什么？咱们说话可得凭良心呐、啊！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知道他吗？这几年我受够了。你，我都说话了，我不受了。我知道你有你倒霉的那天。王子熙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把孟石气出个好歹来，我跟你拼命。刘金定，你还没嫁给卢孟石当小老婆呢，轮不着你跟我要人。嗨，他们家有老婆，怎么跟你算账？你说什么呢？金定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能不能不闹啊？哎，我已经逼他全认了，怪不得他们家有那么些粮呢，拿着福居德的钱，他挣名声，在我们老家呀，全都感谢卢孟石，没有一个提老唐家的。那他们到底吃的是谁的呀？是谁救的他们？别让他们错翻了眼皮儿。感谢管什么呀？啊，咱福居德的钱就这么打了水漂可不行。等咱福居德闹饥荒的时候，他们谁也不会来救。那这么一来，那可就跟这卢孟石彻底翻脸了。翻脸就翻脸，他卢孟石有愧于咱福聚德，让他走着。可是他有这个福聚德的股份呢，这是我们老爷子当初许给他的。这不怕的，只要你们二位意见一致，咱们马上让他走人都办得到。真让他走？已经闹到退粮款、追查他盖楼账目的地步，他跟福居德还能一条心吗？与其让他再捞一把，不如早做决断。你们要是不好意思，我跟他翻脸，让他滚蛋。你没脑子你！你说让他滚蛋，他就滚蛋呢？这卢孟石啊，也不是个善主。最好能拿他一手。这事儿啊，只要你们俩一条心想明白了，我有办法让福基德重归旧主。嘿，这王子熙够横的，他能有什么法子？哼，你二人出豹子，我早瞅出来了。哎，喜事迎门。好好伺候着啊！哎，行。哟，这怎么着？二爷，福居德今天又是什么喜事啊？我们卢掌柜。跟谁啊？跟刘金定师傅。哎，这回可是喜上加喜了。就是、这好了，这回福居德，看看这。嘿，行，漂亮，挺漂亮。小伙儿，麻利的，赶紧的，干嘛呢？抹匀了啊，留神这个。兄弟，买双。啊啊！哎哎，新了，买双。家里来信了，来信了。来来来，看看看，信上说什么？生子百顺，
啊，这回的饥荒这关呀、啊、已经过了，春田也下种了，各家的粮食种子都是咱们卢掌柜放的粮食。哎呦，多亏了胡聚德的赈济粮啊，这附近的十里八庄的人都得救了。还让咱们说好好干，回报卢掌柜对咱们的恩情，就这么回事。嘿，你说你别弄丝了，得了，麻利的赶紧干活，去，都散散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哎，不是啊，哎，修先生那边有回音吗？哟，没回信。那御厨呢？也没回。发出去这300张帖子呀，就这两份没回。哥，这儿啊，你多照应我，我有事出去一趟。要是有人问呢，就说不知道。哟，您麻烦，一会儿就开始啊。我有事儿不是？记住了，谁问都说不知道。留神，留神！修先生这几天要退房，不经常回来。昨天我就没看见他。没跟您说要去赴宴的事儿、啊、他天天跟喝喜酒似的，经常大醉而归呀、啊。一会儿他要是回来呢，您务必跟他说一声，说这福玉德有一姓卢的今儿个办喜事儿啊，请他务必去。得嘞，我在这儿替他给您道喜了。我说这客户还在那儿吃鸭子呢，听人家天天去。嘿，我说啊，送您一句话啊，别老惦记着别人吃，哎，有本事得自己给些正事。哎，瞅着别人眼红那叫什么、哎、我看你都快神经了、哎、记住了，自己个挣下的就是吃糠咽菜也心里踏实。后来吃糠咽菜，你吃糠啊？我们来了。我知道你得出来，还坐我车回去吧。胡玉德，哎，解放了您的，靠边喽！卢掌柜，您等等。怎么了？翠儿，你怎么走了？不坐会儿？这门都锁着，坐哪儿啊？我出去买东西去了。听说掌柜的您大喜了，收着帖子了。嗯，程硕亲自送来的。那他怎么说呀？他哭了一宿，眼睛都哭肿了，还不让我说。我说，卢掌柜的大喜，你应该替他高兴才是啊。他倒是点头，可就是止不住的流泪。那他人呢？修先生陪着他去白云观还神去了。白云观，哎，您不回家了？让气儿就去，您都废话。哎，快嘞，靠边喽！解放了您的啊，我过来了。这会儿才着急，晚了。这位师傅，跟你打听一直啊，有一个女的还跟着一个男的跟那上香，你知道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。
哎，到了。哎，王长年，待会儿啊，我一块儿给你钱啊。行，你最好再去找一辆车啊。回头我从里边出来，一辆车拉人是一辆车拉钱。行，不瞒您说呀，这两天我净拉阔佬的。嗯，您这什么呀？这么值钱？我说了明不明白？你最好再去找辆车，挨这儿好好等我啊。得，哎，见走。我说，您这儿是收古书善本的吧？是啊。您什么意思啊？听说过一本叫《玉石精全》的吗？我孤陋寡闻，我还真没听说过。这是一本宫廷的菜谱，还真不是清朝的，是上朝大明的宫廷菜谱。你看，留我这儿也是白留着，我想在您这儿啊换点银子。您怎么有这说啊？我是御膳坊的大师傅，金银财宝我都不收，就爱这手工。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把它给弄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前些日子内务府还到处追查呢，现在没事了。皇上不是也把宫里的东西卖出去了吗？那书呢？这儿呢。您念念这是什么呀？我不识字，这得您念。不过您得捂起耳朵来，小心吓着您。您真逗。这么着，哎，您坐好了，我念了啊。好，您别坐地下去。小张，你来一下。师傅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念念这书名。师傅，您不这儿不是考我吗？这不是《聊斋志异》吗？您听仔细喽，你再给我念一遍《聊斋志异》。我操你八辈祖宗！师傅，他骂人。我一把屎一把尿，把你拉扯了这么大，到了到了，你还是把我给耍了。这个不得好死的东西，报应啊！这全是报应，老天爷呀！哎，先生，把你的我要是见着了你，我非宰了你不可！可别讹我们。哟，这位爷，您出来了，人呢？您看哪个拉人，哪个拉钱呀？拉钱啊，拉前门楼子吧。哎，怎么回事？钱，我说，哎，您别走啊，您还没给钱呢。啊，给你，给你钱，谁捡着了，谁就发财呀。嘿，快捡，给你。
怎么着？您这功夫可不到家呀、啊！不，您看这老先生没有？什么都不救，我就不成了。我还得来口钉子。哟，您这是什么味儿？这个，回头再把嘴给扎着。嘿，您尝尝，这可是自贡井盐腌的。自贡，听说过吗？那比成都府还远呢。兄弟，告诉你，没有这口菜，我一口喝不下去。那我冒昧问您一句，您说，您在哪儿发财呀、啊？开饭庄子的。那您上这儿捣什么乱呀、啊？这不是清静吗？掌柜的，来了您的，这位爷来点什么您？给美人再来一碗酒，外加一只烧鸡。行了，您的，哎，别。哎，您喝您的啊，我呀习惯了。行了，兄弟，烟酒不分家，不是能凑到一块堆儿那就是缘分。得嘞，那我就谢谢您了。坐着，坐着。几位爷，您的酒菜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哎呦，来，这位爷吃了您。几位爷您慢用啊。来，这位爷。哎呦，得了。哎呀，不瞒您说，你人都没见回形啊！合着您这功夫也是没辙才练的。哎呦，让您见笑话着。嘿，您说，这下酒菜什么最好？高的还是低的？你都算呀。鸭头鸭掌，不对，那必是高了。就这花生米吧。小肚粉皮儿更不对了，哎，豆腐干儿，哎，豆腐丝儿呢？哎，得嘞，老先生，您说，这以前八大胡同望春台有一位船娘，她有一个酒菜叫醉黄泥螺，哎呦，那个我是百吃不厌，我也吃过，那您说怎么样？确实好吃。您是什么时候跟那吃的呀？最后一次嘛，好像是宣统九年吧。不过以后啊，就吃不起了。听说那小娘们长得还不错吧？啊，还成吧？什么？还行吧？哎呦，您这可就没眼力了啊！我听过这么多戏，这是十三代以后一时无俩的人物啊！哎，十三蛋是谁呀、啊？哎呦，你什么全不懂？您跟他说说，对不住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我可得卖一道了。这十三蛋啊，是同治、光绪年间红得发紫的人物，色艺双绝。无论是王爷、宰相，还是六部九卿的官员，你要是见了他呀，连道你就不会走了。就这眼睛，就两只眼睛啊，就这么一扫你，你就没了。那我上哪儿去了？哪去了？你在底下去了。就这么勾人儿。那他比梅兰芳怎么样？梅兰芳你还能找回一俩人呢？啊，十三蛋你哪儿找的呀？那望春楼那几个娘们儿……行了，这娘们儿也是你叫的啊。有多少王爷公子掌柜的都惦记人家，嘿，谁也没办法，就是让人家多陪一杯酒，没门儿。哎，没陪过您酒啊？估计是没有。哎，我说话您不爱听啊，轮不到您。像咱们这号的，人家都不拿正眼架你。掌柜的，再来一大碗酒。哎，我来了。别！嘿，咱们这可是三杯不过岗啊！给我拿来。哇！
怎么着？您还要叫板起唱？八大得夸，土两手低沙日有色，天涯孤客人难渡，丈夫有落不听他真回答，伤心处啊。八大得你儿龙个你个龙龙个龙个你个龙，没有啊，你看是不是把日子改了啊？改期？那哪成啊？婚礼改期那可是犯大忌呀、啊！再说今天来这么多客人，谁敢说改期呀、啊？那您说怎么办啊？赶紧的找新娘子去，想辙，不然今天呢非出大事不可。哎，快走！来来吃吃，要是再这么等啊，我这烟瘾可要犯了。你就别现眼了你。没办法，要不你给我弄点烟泡啊？听说没有？新娘子原来是个爷们儿，哎，还有这事儿？不会吧？爷、啊、是给宫里出来的，是不是罗州啊？对，没错啊。到底是爷们儿是娘们儿了？这不是，这罗梦石唱的是哪出啊？哎，大爷、啊，人家唱的是人生大戏。这小子可是在咱们老唐家房檐底下把便宜赚够了啊！这二房都续上了。我说子熙，哎哎，你可得跟卢梦石好好学学。不，这说不定啊，哪天你也就上这台了。大爷，你可别高抬我，我哪有那本事啊？二位爷能赏我碗饭吃啊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卢梦石上哪儿去了呢？说就是，真是。哟呵，哎呀，没事儿，进来吧。三天没大小，不挑你的理儿。快说，怎么回事？这掌柜的还没来呢，这人都到齐了，就等他了。他人哪儿去了？他说的是呢，我也不知道。今天来的可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曹四爷、佟五爷、岳五爷啊，这于老板，这四大亨八大楼的掌柜的，这连总统府这都来人了，您这怎么呢？今天我要是不出面的话，这事儿还真不好办呢。哎呦，您别去，一会儿得让人给您搀出去呀。这新郎官都没有，搀顶个屁用啊！中国人这婚礼啊，讲的就是闹和吃。我先出去，让他们闹着和吃着，他们就把新郎官的事给忘了。哎呦，您别去，新娘。哎呦，这不好了，外头有人犯大烟瘾了，闹腾着呢。这烟泡不是备上了吗？让他到柜里抽去，千万别在大堂抽啊。哎，改抽大烟馆了。哎，倒也没关系，今天禁烟局缉毒处的人也来了，不告他们带着应急的呢，我还认识他们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还有师娘，这外头走堂会的丰泽园的堂头们也急了，他问咱们为什么还不行礼上菜哦。哎呦。让老娘一回，老娘让你一辈子都不痛快。您别去，哎，把这盖头盖上了。你废话，你接呀。哎，不是，哎呦，嘿，新娘子来了，哎。诸位长辈，诸位朋友，我刘金定，卢梦石就要结拜的新娘子。我给大伙儿行礼了，各位吃着喝着啊，菜是丰泽园的燕翅席，还有鸭子，那是我们福聚德的。得，来人呐，上菜，都散了。
车给撞了。谁呀、啊？让他赔去啊！这回倒好，改武戏了，挑滑车。小志吧，大戏要开锣了，要紧不要紧？赶紧上医院吧。嘿，你瞧瞧，这日子口怎么出这事儿啊？这天有不测风云，我跟孟石感谢大伙儿这番心意。哎，待会儿等他从医院出来了，我们来敬大伙儿酒。得，喝着喝着啊，先喝着。喝喝喝！这儿你张罗着啊，我上楼去了啊。哎，小儿，我刘叔他真撞车了。嗯，那他怎么样？快撞死了，还不赶紧上鸭子？哎，鸭子上炉喽！师傅，师娘这是怎么了？八成要出事儿啊！鸭子先别烤了，啊，看看再说吧。不是，那要是来不及怎么办啊？有事儿我盯着。你烤那么多回都用不了，给谁去啊？师傅，不是我说您，您也不问问卢掌柜的生死，您就知道鸭子。我比你急，急管屁用啊！你也不想想，卢掌柜的他不会来了。他不想娶这个野娘们儿，又来了您，你懂个屁呀！哎，师傅，照我说，咱先给鸭子烤上，这日子人太多了，他现烤来不及，不是？你看着，卢掌柜他不来了，他要真不来，就这野娘们儿的脾气，他敢放把火把这个楼点了啊！甭说鸭子了，连人都许给烤喽。小子，赶紧想办法跑吧。那。我盯着他去，哎，对，你看着他啊！第一，别让他抹脖子；第二，别让他放火烧楼啊！去！哎，你就是啊，保刘备进洞房的赵子龙。您放心吧，什么也甭管，这儿有我呢。哎，师娘，您在里边吗？师娘。我成顺儿啊，你想开点，开个门呐。师娘，您开个门，您听我说啊，这日子还长着呢，好日子在后头呢，您可不能不想开点。你还别说哎，他这两个身段还真比你那强。他会演戏，跟我演了一辈子戏。哎呦！那你我办什么喜事啊？那你发的喜帖子还算不算呢？我发的啊，都收回来，孙，给我都收回来，挨着收。孟石啊，那人新娘的刘金定怎么？金定跟我是亲兄弟，这不是夫妻，那到底是旦角啊，还是花脸呀、啊？你甭管什么角，我瞅着你像一混蛋角。你怎么能这样呢你？岂有此理！说什么？孟石，我们来是给你脸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